年底要去国外考舞团，听到你的音乐很有感觉，想用它来编舞。我不帮别人伴奏。听说 The Vanished Nymph 它是从牧神的午后来的。牧神的午后。刚刚在做什么？许愿呢？你不知道抓飞机可以许愿哦？我不信这个。就是因为这首曲子啊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帮你写曲子？只是他的一种逃避吧。给你琴房是让你用来练琴的，我是用来摆琴的，但不是让你来交朋友的。或许是音乐的问题。也就是我没有那个天分。合不上眼的黑夜，无法找。